真烦啊。你那就是双胞胎，那你会做？那你会不会做？你跟双胞胎有没有趋势？还没想过，真的是耳濡目染了。可以真正掌握个手吗？好好好。真的，我早上在这里敲电话，就是安尼用嘴才特别。一开始是要安怎讲，我你讲，特别水啊，是的。